刘亦菲走出凤凰机场，刚刚在内地参加完一系列赈灾活动的她，又马不停蹄地赶到海南，专程参加爱心呵护阳光行动。想来看看这些小孩子们嘛，然后也自己亲自挑选了一些很可爱的文具礼物啊，想亲自送给他们，然后能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吧，就是想跟他们见个面，然后给他们一些安慰。